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棋局呢，是第六届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32强战的对局。对阵的双方呢，分别是古力九段和范廷钰九段。来为大家做讲解的是刘晓光九段。刘老师，您好。你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给大家来介绍古力和范廷钰他们这盘棋局。那么我们有一些现场的画面，先去看一下。好的。开幕式啊，是的，场面，这是在衢州本地进行的32强战，然后之后的16强战也是在衢州进行的。姜维杰、周瑞阳，这个比赛场面，对，这是在浙江衢州，对，汤伟新，汤伟新，十月，这都是现在活跃一线的棋手，没错，这是聂卫平和柯洁，这两代代表人物啊，不，他们的年代差得很远啊，这个。哎，你要能够战斗到这一线，这是相当不容易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盘棋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盘棋。范廷钰之黑，古力之白。是的。好，我们看这盘棋啊。星位，白棋星，对，小目。二连古力二连星。范廷钰就是这普招，这是比较通常见的。然后白棋就守了个角，对对对，古力守的那分头，当然以前我是老分头，这个他喜欢那个。那么他让黑棋中间摆一个之后，他这个挂角，你这个一般是走这个，然后直接三三。这个下法，以前下的少，我那个年代下的很少，后面就是最近下的比较多。对，近期对付中国流好像经常有。这个呢是真的是要求步调快实惠，我就把你脚给点了啊，看你有什么办法。这个也是符合现在的人的这种价值观，就干脆把你脚给点了，拿掉你的这个失控。你至于剩下呢，先暂时先不说。一般都是你既然点我不拐了，我都一般要搬下来的啊。这是对这个最近下的非常的多的，是的，就靠了长粘住，然后呢，嗯、白棋在这个地方，对啊，他往回拆，往拆一个，对，哦、拆在这个边，这个角呢，他反正就先不补了，是吗？先不补了，当然这个白棋啊是这个角啊是。是活的，就是说黑棋要杀这个白棋的角非常难，因为外面有关系啊，比如说这儿还松了一棋，再比如说上面有利的先，这边还有利的这个地方，你不是黑棋不是利的，所以这个棋啊是，最近下的很多，让黑棋有点头疼，黑棋是搬的这个，对，通常是要搬。那搬他是想先考验一下白棋，他是想收成一个什么呢？我想啊，他最希望的，最希望是你是这样打，一般是挡这个，他是要冲走点，你如果在这儿做的话，他粘上，他最希望是这样。哦，那黑棋外面就很厚，很厚了，立到一路，然后都接成棍了。他最希望是这样，但是这个棋啊，他白棋呢？他暂时放一放，他不走，脱先了。哎，这是一个新发展。白棋在这儿飞了。对，又守了一个。他看来很喜欢这样的手脚啊。对，他之前我记得他就是只拿白棋对付黑棋的中国流，他基本上就人家这个小目的话，他基本上都是小飞啊。所以说他对这个形状很熟，这个古力啊，古力很喜欢这个小飞手脚。那现在作为黑棋走什么？他如果你吃这个脚啊，又吃起来也有点麻烦，就是不舒服。你可能尝着吃，吃了当然以后还有利用，他觉得也不大，他也干脆也放着不走了。然后黑棋呢就先脱先了，他走了这个。走那个进二分，进角二五清分，对，这个是普招，这个比较常见，这个很多。也有分头的或者走这个，那当然这个都是很正常。白棋。两个拖延弄的范廷钰，他就也没有去吃，吃当然我没心情吃那个角，那个走了一个那个普普通通，当然这个也不差啊。如果说黑棋吃角的话，不下这个，那白棋是不是会在中间？中间走一个，对，然后他再怎么样的，进角或之类的，也是这样。是的，现在我们看啊，白棋小尖，对，小尖的，他长进，对，他长的，然后再长一个，
长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黑棋去爬了，我觉得不爬单尖三三是不是也可以走这个？哎，对，哦，这个小范呢，他是爬了一个再尖，嗯，单尖的话，单尖白棋会硬吗？现在白棋你如果挡我再爬，当然好了，这个当然黑棋可以了，他有可能是先手，嗯，哎，但是我觉得不会挡，白棋不会挡。他可能还会长那是亏的哎，对，所以说我说要单，那这样黑棋再拖闲再走别的地方啊，那就等于他尖了，然后哎，对，他最担心的可能就是你拐了他就飞，我认为这样好哦，拐了再飞，那样的话应该是比较好。我觉得不要爬，是不是可以？别爬那一下，哎，不要爬，单尖三三，先尖，嗯，对，嗯，但是他实战呢，黑棋下的是先爬一个。对，然后白棋长了之后，他再三三，这样的白棋脱先了。他多爬一个，我觉得可能没必要非要爬。嗯，现在白棋拆了拆一个，拆一个，这个也挺大的，因为他拆完之后跟这个互相都是张。如果让黑棋放星位放一个，和这个差别很大。现在就这个最大了。嗯，然后黑棋再继续飞。对。他要这么飞的话，那你那个爬不是有？现在可以看这俩就不交换更好哦，啊。现在飞一个，在那边定型，然后白棋压住他，对，爬一个，是的，他这先断了他一下，是打吃长再爬，对，黑棋挤住，对，他搬一个，他粘，这个时候，嗯，他去争不掉，这打了是争不掉的，对，是争不掉的，但是争不掉，他肯定得走一个。那就干脆跳家算了吧。哦，我觉得跳家算了。就底下两个子要吃的话就给他，你要吃我就，哦，我这样，这样。哦，然后就抢先手大吃。你那个冲不出来，你打完冲我能包住。哦，包住。对。是吧？没错。哎，你再送我一个，再冲我包住，你还只能立，我再粘，那就没多大。就是这样。刘老师说的是这个意思，我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就冲挡住，然后黑棋只能立，对，我粘住，白棋把这个踢掉，踢掉也可以，对，啊，粘住也行，哎，这样黑棋没有意义，嗯，哎，这样白棋老先手，嗯，抢到先手，在这一带走一个还是挺大的，哎，对，所以这个那个他都脚那么厚了，给他吃一点没关系，我觉得跳一个也可以考虑了，哎，跳一个。那么这个棋它是吃的，实战白棋打吃了一个，对，他可能还是有点心疼木薯。这个吃啊，他马上跑了，不太肯，马上跑了，因为你争不掉。对，你打吃我再跑，你这个就怎么争都争不掉。嗯，这个黑棋这几个子都是管用的，所以他实战只能长。那这个棋就留下以后留有隐患。隐患，这个下面其实很大，这个棋以后拐了跳，这个都是不小的棋。对，嗯，没错。那留下那一步挺大的，嗯，他是现在黑棋，他现在挂角、哦，对，这个太大了，现在，他直接就这么挂，是，很朴素的挂，也不需要，比如说走个别的花的，或者过一路，或者怎么，嗯，分一个怎么样，他也没有挂一个也行，就是这样挂角，那挂角对，挂角白棋就尖了夹攻，这个也是最常见的一个那个什么，但是下一步我觉得是否他是走的飞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，是否可以考虑，是不是觉得黑棋这个时候飞他一下，对，这个好像比较常见，哦，一般的来说你是要补的，你要走上面他被他飞着了，要不是就小尖，要不就拆一，要么就顶一个，要不就顶一个，对，嗯，哎，这样的话以后被他大概是往这儿里走，哎，嗯，以后这个地方有一个尖完点三三，就黑棋有这个招，哎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嗯，哎，其实以后压一个你也不舒服，这样的话是比较常见。这黑棋的好像觉得舒展一点，是吧？哎，形状是比较常见，嗯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啊，嗯，这是我觉得这个形状，哎，是下的比较多的，嗯嗯。是，现在呢，他没有走，他是走的飞。他飞这个，小范是不是他想啊？他可能想这儿走完之后，以后靠了点呢，还是怎么着啊？是还想那个吗？直接正动手了。对，可能就不打算挣这个了。对，但是白棋会跳这个，白棋跳的。
他也没跟着走。嗯，走一下，如果那边跟走多了，这边有一个靠了点三三。嗯，那现在呢，就变成了实战这样，压一个，压一个，对，然后拐。这拐一个，反正我总觉得这个猴三角这个就是效率不高，形状是不是太？但是不走呢，又怕它贴一个斑粘啊，二路斑粘，那它的形状有点不舒服。那黑棋就没眼了。黑棋不管怎么在这边猴了一个呢。嗯，步子慢，但是厚重。嗯嗯，如果像我那个震完一个再震的，那就比较轻一点。对，哪个两种选择，两种风格，反正都可下啊。对，我是认为这样。这可能是风格问题，因为小范他的棋就是这样子的。他是什么风格？他属于那种酷爱实地。酷爱实地啊，是，对实地简直是就是。没有办法再喜爱了，我觉得是。那就赵志新的那种风格吧。也不完全是，但是他对于实力看得非常重，就是把控把得很严。哎，对，是这样吧？然后后半盘比较强。后半盘强。嗯，后半盘强。对，我觉得现在一线的棋手就是后半盘呢，是他们的最基础、最拿手的。拿手。前半盘各种各异，风格各异，嗯、但是呢，后半盘他们就发挥出强大的那种。争胜负那种能力，那一般都是成绩好的都是后半盘比较强，嗯，前半盘都风格都不同，因为我觉得前半盘好像不能决定一盘棋的胜负，对，前半盘有的不太起眼、嗯、甚至被别人说很多很多就很一般，但是呢他赢棋这个这是最主要的，对对对，最主要的是的、好，这个都不说，这个都很普通啊、嗯，那么下面该白棋了，白棋把那个挡住了，白棋走这个，这鼓励啊、嗯、腾出手了，那么转了一圈、嗯、再来这个，那个可能就又不一样了，发生变化了、嗯、他黑棋老是没有走，这个也不小，其实你在这尝一个、嗯、把这个角吃了的确也很大，现在打了之一个之后，你黑棋再继续往这儿走的时候了，他情况发生变化了，这就是实战啊，嗯，他冲一个再提，这个很厉害，嗯，这个棋呢，这个棋你要吃它的话不好吃，不好吃。如果要杀的话，黑棋现在只能在角上下吧？怎么杀？你角上、只能顶一个，顶这个。就想进杀的话，啊、这好像是只唯一的方法。然后这再来一个这个，那你再一离一猴就搬就活了。对对啊，他还在这个，那他这个这一段。这个就比较麻烦，这不行，断完这儿一打一粘你就不行了，然后只要白棋能尝到一下这就扳死了，这两个对呀、啊，三个子就死进去，而且这个你看走这个、嗯、你要非要硬吃我你还得这样，对啊，那就我这一压还先手，是啊，这一打吃就没了，你这一扳你自己都完了，所以这棋还是吃不掉，哎，不可以、嗯、不可以，这个吃硬吃吃不掉，嗯，所以这个棋啊，这个地方白棋它不是那么简单求活给你走那么厚，它是对它把你提了，这样提掉这个地方断，你的补断的受不了，你跳的话还有断，所以干脆补这个吧、补这个也对，然后白棋又顺势刺一个哈、对，又然后再搬一个搬一个，你不能被我尖呢、是吧，这个尖呢那就活了，还跳住，然后再走这个，这个地方总的来说白棋还是能这么定型的，也是最大限度的最大限度的得力了吧，嗯，也算你本来你的一个脚它有先手拖一先走了外面走一圈，然后最后还能够脚活的、嗯、也算可以了，对，而且这个脚呢现在已经活得很干净了，就是黑棋也没有什么招了，不是这个棋是搬的，如果立当然没活啊、现在是搬在那儿、这个棋怎么着都是活棋，嗯，你还不好杀它，是的，黑棋没招，对，走什么都不行，因为白棋这个立是先手，对，所以你走哪儿都是，对，肯定是不行的，哎、但他就挡，对，哎、你这个不能，你还得粘上，嗯，我这一吃就可以，就一般就是这么定型啊、这个地脚上是怎么杀都杀不掉，对。下面呢，走成这样之后呢，给黑棋终于动那个，这个是跑出来特别大，这个特别大，你要是给白棋
拐吃掉，那相距很甚远啊。嗯，这拐一个，这跳一个，的确是盘上没有比这更大的了。嗯，但是这面就算吃亏一点，或者那面显得凝重一点，但是能抢回这一手啊，那前面都忽略不计，因为这招太大。你冲断我就猴的话，这个还没活。对。而且白棋得顾到自己的断点，哎，对，哦，现在这个断点很严厉。这个棋呢，冲断用强也不行，因为他一猴一个，你那个人家断在那里地方没法动，嗯，他只有爬一个，就在这儿贴，对，这贴的很不舒服，这中间就隔了三个，然后又贴一个，对，就是这样啊，嗯，贴一个，他这个棋他就跳在这儿，他不长一个吗？我觉得感觉是这样，为什么不长是吧？对，长一个，对，长一个。如果现在长的话，白棋是不是会从这儿，比如说从这儿飞他一下，我就粘一个啊，就粘上。嗯，那么怎么再走一个？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没关系啊。嗯，这个长头很重要。是。这个拐受不了吧？那接下来这一带形状也不太好走。对呀、啊，这个以后搬起来巨大，嗯，那个没有活。对。我所以说长一个感觉是，嗯，想长一个、嗯，为什么不长头是吧？黑棋觉得很奇怪。对对对、嗯，这个小范他觉得不长头就形势不错了，他这么认为，他觉得已经可以了，他觉得可以，嗯嗯，他是走的这个，对，镇住他，他长头怕他跳，嗯，他怕他单跳一个。他不是飞的，是单跳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嗯。哎，你要拐啊，他再走别。但是我要是我的话，我是长你跳我拐，可能会那么下。嗯嗯。白棋搬一个。搬一个，他补。小尖。哎，这个是必须补的。然后上面他跳了一下，在这儿。对对对，这个也要补了。这不补这个棋要搬起来麻烦了。这块棋生死受到威胁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哦。就可能要出问题了。嗯。这是必须补的。这个他跑出来之后，然后你能等于先手。嗯，总的来说，黑棋这个也是便宜的。对，黑棋还是便宜的。这跑完了之后，白棋没剩下几目了，这儿就剩这真的是。对，这个特别大，这个特别大。那早知说这个打的时候就跳一个就可以了。跳在外面。跳到外面，你是后啊，你是后，嗯、你先手。嗯。现在你是后手。嗯。哎，我觉得那样的话，全局就可以。嗯。可能下法都不一样了啊！现在黑棋，它是压了一个，黑棋压了一下，对，在这儿压一个呢。这个地方本身压是眼见的一手棋，这下面有扳，嗯，你有弱点，也加强了我自己。关键还有个断，嗯，哎，所以白棋就直接接了。白棋要直接粘上，够老实啊！他也不知道应该补哪儿，他可能补起来比较难受。哦、他如果说补在这个地方，他还是有断的味道。是，是。然后外面头软，他就走不动。反正你现在这个下面搬不下我啊，可能是这样。他觉得搬不着。嗯。但我觉得最厉害可能是这个。黑棋现在这有一个、这个、挡住，打了力。打。哎，对。你大概会贴，你大概只能贴这个。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他呢，只能打下去，只能打下去。对。如果拐打这里有个断打，因为对这样，你说二路拐打他粘上、嗯、正好不行。对，粘住，粘住，粘的二路啊，那个粘那个，哎，对对对对，粘粘这个比较好。粘二路，粘二路可能紧着气，对，这样，他再跳在这门，哎，对，这样呢，那一倒也是一个下法。但是这块白棋现在看起来很薄，白棋看得很薄，嗯，是啊，白棋那个的确，哎，这个以后。这我怎么觉得这个里面没有活啊？活进去是吧？就算这里面没活，对，是，是吧？确实不太。对，黑棋要这么下的话，白棋得补一个。黑棋就算往中间补一个的话，他让他的会补进来。嗯。那黑棋现在可不可以？黑棋走什么？您就走这儿吧，还是往中间这样过来？中间走一个吧，就往这门。哦。就往中间打一个。哎，对。嗯。你白棋可能就得去补上。嗯。黑棋再往这边走，这也是一盘棋，对，是吧？对，也是一盘棋，嗯，也是一个下法吧。哎，对，也没有这个没有多少目，这以后黑棋下来你也再补一个，等于这也都没有多少目，
待会大概是就下成这个样子。对对对对对。是的。好，这个黑棋就没有这么定型走，它是走的什么？它先保留了这个地方，这个没有要走，可能也就这样子了。是。他是走的比较狠的吧，他是走了一个看我们一会儿我们给大家留个悬念吧，就是这棋接下来黑棋应该怎么进行，这因为这个局面也不是很容易下，除了刚才刘老师建议的这个扳以外，中间还有很大行棋的空间。好，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见。好的，好，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第六届烂柯杯中国围棋冠军赛32强战古力和范廷钰的对局。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黑棋压了一个白棋接上，白棋粘上，下面黑棋怎么走？这个是一个中盘比较复杂的地方。对，当然搬了直接交换那样的话，当然也可以。现在他没有走保留了，他直接保留那个变化，在中间走一个。但是那个棋呢，本身随时那个打穿的都挺厉害的。他不走了，他飞一下，对，他是不是还是有点看重中央的势力呢？不，他我下面出手当然更厉害，但是呢，白棋可能要补了，他是走的什么呢？白棋走的这个补之前就干脆你的黑棋的跳，他跳，这时候你的，然后他再往下跳这是补着了，这你再也打不穿了，是吧？打不穿了，你扳他就堵着就没事儿，对。是的，打他就立的，你这个没关系。现在呢，黑棋这么夸两个给他那么交换来之后呢，目数上稍损一点点，但是他得先手了。他是走的这个。是的，走这个，这招棋。他觉得这个地方的黑棋已经下了一个很坚实的形状，要求冲击一下白棋。他是希望你走这个，然后他再顶过来。顶过来，对。挡住的话就搬外面，是吧？对对对，就是大概希望这样走成。那如果下成这样的话，黑棋整个都下得比较完整，这棋形。他希望这么定型。那么白棋不，白棋没这么下，白棋走的也是比较狠的。白棋走的是什么呢？他走在这个地方。往外飞了，就是说你贴的时候我再加封住。对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对，他走这个，对，这白棋还挺满意。下成这样，白棋对比较满意，他觉得要这么定型，要这么定型，他要转过来，转到外面去。刚才这样贴过去是黑棋下在外面，对，就双方都在争这个外面的这个外面的势力。好。然后黑棋走的也比较狠，前穿了一个，对，穿一个，这个地方双方是在这个地方用强了，用强，那这尖冲觉得白棋如果说要在底下硬的话，是不是有点那就不对了？黑棋得逞了，对，这个你要硬的不好，还不太好硬，比如说爬一个，被人家长吗？就这样吗？这个就下法都不一样了，下法不一样了。我觉得好像这两个子已经被断开在外面那种感觉。对，反正不是什么好的下法。下法不一样了。下面呢，他没有这么下，白棋没有爬，这就觉得不能跟着人家下了。不能走。他是这个时候再贴过来，他觉得这面你要被你这个贴回来，他受不了。然后黑棋就不硬了，他把这个挡各走各的，走的挺强的。这个地方就是黑棋能下来，如果下来那面攻不着黑棋的话，黑棋还是很便宜的。是。然后白棋从这儿动手了，对，靠一个，对，现在黑棋顶长，这个够狠，还有冲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也不肯自己把自己连回去。他不挡，挡怕那个断啊。那么现在走成这样之后，他刺一个。你如果粘的话，他就这打穿过来就算了，他回家也可以。是的。他先刺着了，刺着了也把这个你这个两个也封不住了。对。这个地方是一个拼力量的地方。他呢，他是走的白棋贴出来贴一个，他断，直接断。这不断，他那个要粘。对，那边还得，反正是对，迟早都得补一手棋，要不然被人家粘上，这底下走得挺强去了。白棋长，拐住，他又把这个贴起来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地方，就把黑棋再来能够，闷进去。
走得比较硬了。嗯嗯，我们看啊，这当然是黑棋后面下的，我觉得下得挺好的。他这两个子肯定不能这么甘心情愿就死了。他关键他觉得这两个没有死。哦、是啊，可先靠一下，然后再搬。对，嗯。挡住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他退一个，回来这个棋拿他也没招，因为这个搬他受不了，这搬进去搬受不了。如果搬里面活在里面的话，那个这个被黑棋便宜了之后啊，嗯，他来这里断一个，够凶的，这个够凶的，因为上面的白棋本身它是有断点的，有断点。所以这个白棋如果说真的想正面迎战的话，他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成立。白棋最狠的就是退这个，退这个当然被你打出来了。嗯，你还有别的下法吗？这个白棋你要吃它，不能被这个打出来。那我打这个行吗？打这个不会也差不多？打这个差不多，那人家也是打这个，他也下，对，他就是打这个，他就打这儿，打这儿，然后被人家打过。对，这黑棋也不能长了。哎，对，现在。但是这样就是说，不管怎么说，黑棋能够度过回家，感觉上黑棋还算可以。这目数上觉得挺便宜的。你本来这个地方有一个子，我不管怎么在你的空里，我能回家，这个能成这样，你这是拔了个花。嗯。不过这边呢，我也回家了。应该说黑棋还是满意的。总的来说，我觉得这前面这个被先手来说，这个是黑棋便宜的。嗯。就是这个，让他拐了跑出来，哎，跑出来，对，就是这个地方被跑出来，这个定势了来说，黑棋还是可以，嗯，但是现在下成这样的话，黑棋能走上这样，就是说从目的来说，是不是黑的还算可以啊？这个地方脚上白棋停下的，好像挺舒服，但是这个地方黑棋捞的空也挺多，嗯，哎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形势怎么样？我觉得好像挺难讲的。难讲的，这个时候还不能说是谁优势谁劣势。对对对对对，还是个乱战棋。对，乱战棋。这局面还是看不清。对，有点。那就看下面啊。白棋加了一下。加一个，对，这个要先手，否则可以粘上。要不然人粘出来了。嗯，对，先手，这个行。下面呢，就是白棋看怎么走，是吧？其实你这个压是你的先手，他也没压，嗯，他觉得不肯交换，他是在这个走了一个常规的这种最，也没有浅削，他要求把这块空先破一下，对对对，他看看你是怎么硬的，他你如果往脚上硬的话，他可能这一带就要进来了，对，这个下的也挺强的啊，对，他是走的这个，那黑棋往外长。往外长，嗯，往外长，然后搬进去之后是拐，嗯，这个是非常常见的棋，对，非常常见。走这个，这里面是一个打劫，走一个做一个打劫行。这个棋呢，一般来说，都把它当成活棋，或者是先放着不走，对，居多。先搁置了，就搁置比较多，不至于一下子就下了。一般像这样的棋，黑棋处理的方式最多最常见的是都是啥？中间走一走，嗯，哎，让你以后搬粘完了，我打吃你粘上，那么就再走别的，这样的形状居多，就是走走拼拼空，局面保持着均衡，嗯，但是呢，现在黑棋走得很强了，这小贩呢，他你刚才说他捞木拔木拔得很行，一看活脚啊，他有点心疼，心疼，他直接就开战了，直接就不让黑棋白棋活，而一般像这样的都是先这么打，容易觉得有点重，嗯，不肯，他就这么来了，直接给你。把你的脚要吃掉，是的，这就现在真的是看白棋怎么找劫的问题，因为实控啊都没这个脚实惠，全盘，对，下面他走的什么，白棋粘了一个找劫，嗯，然后呢黑棋他也没有提掉，本来这正常硬劫的话他是提，他是先这儿先搬了一下，这个挺狠啊，这个挺狠，这个啊就是说你是想占我一个便宜找一个劫，现在是不太好找劫，这种都是不愿意走的啊，我这个先对你也是个威胁，他要求先跟你交换一下，比如说白棋断，对，然后他再提回去，这就不一样了，再待会一长他就直接把它断开，直接断开了，因为这棋如果说这两手没有交换的话是不一样的，嗯，假如说黑棋直接
对，这就先交换总是好的。对，他提到这儿的话，提到这儿的话，将来如果黑棋想扳断他，他是扳不断的，他可以尖回去。啊，是，这是连回去。这是以后白棋这个压也先手啊，先就你敌人他压你一个，这联络就不同了。嗯，哎，他白棋的联络很方便，但现在他搬在那里之后啊，情况不一样了。现在我们看啊，他是走他搬一个，白棋提劫，对，他就不硬了，在这儿。这个时候黑棋下的挺凶的，挺凶的。嗯，这个棋就是说，本来那个小范他是一个手控，喜欢帮木，我们叫帮木，木把的比较死，算的也比较轻。嗯，哎，这个但这盘棋就不同了，这个他走的狠了，他拐一个，这个拐我觉得是有点过头。嗯，不，这个棋我觉得要是我的话，我是觉得要干脆对杀他的时候，这不要拐。这本来黑是白棋的压一个先手。您觉得他这个时候应该怎么下？我觉得应该走在这里。你要既然走了，干脆走狠的，就挑个最狠的下，最狠的就完了。嗯，啊，这个就已经切断了，很清楚明了的，先把它断了，先把它切断。这个你这两个我总能都连一个，对不对？嗯。哎，你跨了我就冲，没关系。哎，这个地方已经断了。对。哎，这块是就切断，然后你提的话再来杀你。嗯、这个厉害。这样这个呢，就是直接叫杀你的是比较清楚。我下一个就要杀你。哎，你要去做活，那我方便做活，反正那我就一边打劫一边、哎、对慢慢攻好了。对。嗯，不着急。这个简明，我觉得就双一个。定在这儿。双一个。哎，双一个你靠我冲，走拐吃你还接不回去，这个棋好像黑棋没大毛病。嗯那么关键看后面啊，后面他们对杀，对后面呢他这个拐了缺陷，后面就出来了，后面呢有所不同，后面他是白棋提了一个，黑棋拐了一个、嗯、这就不一样了，不同了。现在黑棋拐了一个，白棋把这个提了，对，他不管怎么样，他是先把劫打赢，先把这个现实的这个木数先收到，然后干脆让你来吃我。但是这个也挺冒险的，我觉得要吃啊，这个棋啊，真正看样子来说，这火起来都是黑棋的，两个眼到哪摆去啊？嗯，是吧？对。他下的这个也挺好啊，这个小麦，这个棋我觉得好像吃掉的概率挺大。我也觉得是。你也对的啊，我反正觉得。我是担心他活不了，反正要我下，我肯定是想拿黑棋想吃，想拿吃。对，既然下去，我觉得这招放在这儿就更加保险，那肯定好多了。哎，保险。嗯，那即使如此，我也觉得黑棋吃掉的概率很高。嗯，现在他这个鼓励啊，就是吃，就是说鼓励说吃我的棋不容易，鼓励这方面厉害。他擅长活棋。哎，对，就擅长治孤，他叫擅长治孤。想煎一个。他煎一个。煎一个呢，小范就病了一个。我觉得干脆就这个切掉，切掉这样就比较简单。这个啊，压我就长，拐你这个就比较简明。对，我觉得应该这样。他这两个没交换，单病呢稍差一点，但是也没关系。这个想吃人家棋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再顾忌什么这个干脆保留那个保留的了，你就、我就觉得就是。干脆就横下一条心，就走的最简明，看得最轻、嗯、最狠的就完了。对，现在他走的这个啊，我们看他实战，黑棋单兵，但是他被他贴一个呢，稍微差一点，他再说一跳，嗯，这个时候呢，就该黑棋出手了，和刚才那个稍微差一点、嗯，他现在就白棋弹性多一点，这个棋他是跳的，他跳的，你这个时候还是应该单兵。就是最直接的、最简、最狠的，就单一个三板凳，你剩下的你就白眼吧。我下一步就我这一尖是刺是简明的、嗯，这个棋呢反而是白棋不好活。这个吃法好像我觉得白棋凶多吉少。这个吃法呢，我觉得是比较有效的。确实。你下面白棋走在哪里？走这个我再尖，走这。这不好走，你要跳一个，我这刺一个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反正就是不好活呗，不好活了吧？嗯，这个棋就差很多。这个下面
白棋我不知道往哪里走，但是实战就不同了。实战啊，我们看实战，实战和现在就有点区别。小范可能平常啊，他不太容易吃棋吧，这棋他都是喜欢不是帮木嘛，就是以木来胜对方的我后半盘。嗯，这次呢他横下一条心，他没有横下一条心，我看他就是还不够狠，哎，不够太狠，他是跳的啊。嗯，但这个不如那个病吃棋来说那么简明。现在被他一跳呢，这个棋再走这个，他实战就这样走的。你下面这个棋啊，和放在这儿就不一样了。嗯，这个子放在这里就好。现在有一个挖，多了一个挖。嗯，本来放在这儿的话，你双那我就冲断了，嗯，就很简明了。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你冲断那边有个挖。对。那个挖粘了之后，它这个粘上这一对都黑棋的气太紧了，对都有问题，就很容易出问题，都有问题了，那个问题就比较多了。现在你要冲断，可你要这么冲断，比如说这么冲断，嗯，那这个棋这一挖怎么办？还这样，这不太好办呢，要粘上。那么这边又要做出个劫来，对，给你打劫，嗯，这个你打他，啪，给你做劫。你吃人家大龙做出一打劫来的话，你管是在一般，不太容易。这个棋还真不好吃呢。嗯，这不太好吃。不好吃。嗯，那么和你如果本来长的话，这冲断就没问题。现在就病在那儿，哎，对，病在那儿，病在那儿，病是最是那个，最狠最简明的啊。现在他又走什么？他是虎了一个。嗯。再走一个呢，他就又觉得不对劲儿。嗯。这其实这是个要点，但是他虎了一个，走在这里。这个呢有点凑白棋的这种样子，凑白棋了，你得帮他补了，是的，哎，借了力。这个棋呢就是让白棋啊有了喘息，或者看到了做活的生机，有点希望。对，这个倒哎，即使如此呢，我怎么觉得还是不见得就能行啊。就有时候吃人家一块棋真是挺不容易的，就觉得看这白棋怎么一个眼都没有，一个眼没有，还吃不掉吗？对对对，这不四周围不都封着口吗？对，封着口是吗？那么怎么还是吃不掉？它是靠的啊，不能冲断，冲断太俗了，靠一个比较好。它是扳的，嗯，扳不能冲，这儿有打，这直接穿回来了，对，是吧？这虎是最强，好，这个走成这样，对，白棋这个时候呢，它是。粘一个，他先粘了一下，在这个粘的含义啊，也比较深远。他这不走的话，这一压是不是快？对，快连上了。当然不走肯定没有，这一打一扳，这压那个，其实都看你怎么补。他是先看一眼你怎么补啊，而且白棋这个断还是有先手位的。他那个断关键是很凶，所以说您刚才这个拐你补在这儿的话，哎，对，你这个棋如果在这儿的时候，啊，你就可以，差多了，哎，对，嗯，你就下法不同了，是你可能就补在那儿。不，现在啊，这个断呢，啊，实际上是一个先手。对，白棋的单断是先手。那我们说说啊，如果比如说，如果你走这个，黑棋现在走这个，哎，对，他断，现在断，哦，白棋断，断，你不管走哪个都不太好硬这棋。如果说长这个粘上，对，这还是要硬的这棋，他可以先把那个走掉。你这个棋，你得走这个，这个被我粘可受不了。他只能提掉。对，然后这个一打吃，对，一挖就没了。这个不。没法看了，这个就可以给他一个草尖，啊，尖一个，对，你挡不挡？你挡那一扳就死了，这扳一个死了，这就扳死了，这只能这个就完了，只能这样打吃，那这个又没气又没眼，他下法太多了，就不用看了，下法太多了，是吧？对，他把这个粘住，他这个粘住还先手，你得后手阻度，然后一扳粘，你这跟谁杀棋？对，走这个，对，这个棋就没法吃了，啊，是吃不掉啊。和刚才你看我说那个单并一个和这个就不一样，你拐一个其实不在筋上，拐一个，嗯，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单粘呢是一个，也是一个好棋，嗯，白棋这儿扳了一下，对，扳了一个，对，是这样，然后单粘，单粘，啊，黑棋提掉，黑棋把这提了，好，下面呢白棋呀，啊。他是走了，就是说打一个，他先粘了一下，先粘上，啊，粘了一下，黑棋把这个挤了。这个挤为什么要挤？他是不是担心他以后会这儿做出个眼来啊？是这意思吗？
这个眼没有啥，这个一个后入眼，这上面还那个眼在哪里？我这个挤我不明白，小凡这个挤我不明白，自己一气等于说，对，紧一气，而且没必要。你说这个眼它本身还是个假眼，你去挤它干嘛？它要做眼还得自己卖两下才能够，你卖一下我这就已经亏目了，所以这个不理解。主要是这自紧一气是很有关系的，跟后面都有关系。这个是有关系。小范这个吃棋真的是不太擅长，是吗？这我觉得值得怀疑。他可能没有很完全的狠下心来要吃，又不狠心，又是想吃棋，有点患得患失了。对，哎，这如果说狠下一条心来的话，这就不是拐在这儿的了。那拐在这儿有收目的意思。一个是这个病，再一个呢？之前的就是当初你不要去直接并一个，还有后面那个下法不同，还有尤其这个不能撞气，对，这个撞气，这个白棋这本身就是个假眼，你去撞它一起干嘛？总是这样，然后呢，狠心走，弯住，这是最狠的了，只有这么吃了，那么白棋该白棋动手了，白棋先打吃啊，接上，然后搬过来，这个棋你难受了，你要打完再送一个他。白棋有眼位了，对，而且也有下法有所不同，他是搬的，当然要搬一个是比较那个什么啊，粘上，对，应该这样，粘上。首先搞得你一个弯在一起，你的形状不太好，黑棋，你再吃它的半天，那给你搞了一个不舒服的形状。还有呢，这个时候他是走的，他先飞刺了，不，先断的吧？哦，他先断，先飞刺。飞刺了一下，是吧？飞刺一个，对。飞刺他去，其实这个飞刺呢，鼓励也是把战线拉长，他等于是啊，也是叫做长气。对，我觉得他主要还是看这地方的冲。要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补上面吧，回头是岸，补这个吧，补这个。黑棋啊！我觉得补这个，你冲断呢，我再说。冲断本身呢，我觉得。这个棋，你这是最狠的了，这是最狠啊！我在打吃啊！你这个怎么补？我不知道怎么补。你最狠的是这个，最狠的是这个，我咋把这个提了？你粘上，那么我这儿贴一下，贴一个。哦，再几段接着杀。这个杀可能是还行，黑棋可能快一气。哦，有可能快一气。一二三四五，黑棋底下有五口气，就是打劫的话是四口气。对，它上面四口气，快棋。当然，这个棋呢就已经不简明了，有点复杂的话了。这个已经是一个比较，本来是可以更简明的，现在你搞到一个胡同里，就已经有点说不清了，有点说不清了。至少这也是，可以选的一种吧。但实际上他现在是没有走了一个这个，贴一个，这个冲断。也很严厉，他又去补的这个。对，但是现在没有冲断了，有个劫不归啊。嗯，然后白棋现在断了，断一个，断在这里啊。他最后出招是断这个狠，断这个呢，你长完之后还得补。就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变化，他不行，他是走的，他急打是啊，白棋把这个急打了先。这个棋啊，像其实那关键他这个急打他。粘不粘的都可以再说。你要是这个如果先打掉，当然是也可以。但先打掉，它有可能就连回去了。他就对，他就不气三个了，是吧？嗯，是有可能，是有可能。他这样的话，打吃他就胡打一个，已经回家了。这个打肯定是白棋的。对，这个打是先的。他提掉了他一顶就对，就回家了。这先打掉，然后你断不了。嗯，那是啊。他就可能他觉得不肯呐、啊，所以气三个不肯，所以他要吃。对，好，那么就吃一个，粘住。这个时候他白棋是冲过来了吧？是的，冲过来，冲一个。对，这个必须长。对，再来冲。再冲，他打。他这个地方不能被冲过来啊。嗯。你那如果提过被这个连着走也不行，这个冲过来不行。现在他是粘上的吧？哦，他是先走的这个，先搬了中间，先搬中间，这一下子这一走啊，这个地方让他难受了啊。打吃，这个棋本来你可以粘在这里，他自请了一，本来可以粘这个，对，是吧？黑棋如果说本来是粘上，他断掉，然后
他断这个，白棋打吃粘上，他粘上他是五气，但是现在四气，他撞了一气，自撞一气，紧了一下，这人也很要命的。现在他四气，这人家五气，如果不撞这一气，黑棋也是成立的，黑棋就可以这么下，对，还没事儿。这样我一紧气就行，就把吃掉了。白棋不能这么下，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你自撞了一气，这个差一气，这就没有这个变化了。杜绝了这个，把自己的变化给没有办法了，你只能粘在这儿了。嗯，那这一下你看这个了不得，这是都是必须听话的，只能如此。白棋把他先手断开了，先手断开，然后他回手再粘这个，这粘一个还是先手，这有一靠。对呀，你如果这个。我走这个，是吧？如果再走别的，脱线这一打一靠也不行。比如说，你黑棋在这个地方随便走走脱线一个啊，说走、这个、对，走脱线一个、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，这受不了。只能这个粘上，这两个不能被吃。这来一下，这一间，他还是有一扳粘，有扳扳，你打了我可以粘上，打吃。对，这个时候你不能粘了，粘不上了，粘了那一紧气就是倒扑了、就完了。这个都是白棋的权利，这半粘，你只能吃在这里，没有办法，只能这样。然后不，他之前他还可以这儿来一个先手，那黑棋全死了。杀气的问题了，这个棋呢，把黑棋威胁，黑棋不敢着，他急的时候还可以靠了走冲粘，怕你吃你黑棋没活，因为黑棋。能看到的气，这个都全都是这可以紧掉的。对。然后这能眼见看到的这几气，就这底下这几气。这个不敢这么下。不敢。不能这么下。对，不敢。这是不敢下的，怎么办呢？对，黑棋还去补了一个这个。他打现在没打，现在小尖了一下。等于补这个，也紧着气要补。就等于被人家先手粘上了。这个棋，你说他。在这儿断是后手断，和刚才并一个，那是断法连起来了，是吧？这差很多。现在黑棋补了，该白棋动手了。白棋虎了一个，虎一个，对。然后他搬。但是即使如此啊，这个杀气啊，这么一个龙和这么一个龙，现在还是搞不清楚的事儿。对，黑棋关键是只要一活，这个白棋就完。但是那个棋，但是黑棋这中间这个气很紧，气很紧，它主要是要靠这一带要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但白棋这个绕过来之后，这边气还是很长的，是。所以这个气收气的话，我觉得好像看起来黑棋不是很有力的样子。这个打一个干嘛？单走不行吗？单走这个吗？单走这个，它是不是要冲？冲，那我在那面再打吃。那样走，那就不打吃吧，那就不冲这个，然后是还是那样。他是打了一个，打了一个走，但是打了一个走是有这种嫌疑啊，他是做眼吗？他点了一下。这个棋其实是他是点的啊。对。对对对对，不点那个棋是他点了一个。他是顶的。顶的。这个棋，黑棋应该先搬掉吧？先搬着。先搬掉。后来就走不着了，走不着了。这个棋就是做这个之前，黑棋搬呢，是绝对的先手，他忘了搬了，没有搬掉。这个棋也是黑棋的这个失误，这个挺复杂的。现在没有搬，看后面啊，他是打吃，粘上打下来，打这个，对，然后他点一个狠，点一个狠。如果你不走，我黑棋有可能，那下法不一样了，对。后来就来不及了，就先点掉，那你没有机会去做这个就是打劫什么的。对对对对，黑棋粘，这是他先手，对，接上，然后他是团，他是那个什么黑棋啊，黑棋这个时候也没去搬，他没走，他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他是团一个被他断一个，断了，对，他是立了，立下来，这个棋被他本来让他，对，他这个挤太狠了。在挤住刚好是气快一些，这个挤必须要，这个气必须要挤在这儿，这个很重要。和那个，如果说现在黑棋立下来，白棋就断是吗？对，断。他拐一个的话，他不跟他杀这儿棋，他跟他杀这儿棋，提了打吃，再粘上这一挤一紧气就一口气闷死了。
哦，是这样吗？这个棋，对，这个反正这样的是已经都，这样是肯定黑棋不行。嗯，他可以先提一下。哎，对对，先提，你说对，应该他估计是先提那面。哦，先提那个，嗯，对，是吧？对，反正这样下的话，我觉得黑棋已经看起来已经很清楚的就不行了，啊，他急的时候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他断黑棋现在。啊，这个先手吃吧。嗯，后来想想还是不行，回到这儿粘上了。哦，这个被挤着了，嗯，这挤着了。本来你这个差一棋差多了。如果黑棋先搬着，你挤我能搬在这儿，你断不了。是。然后黑棋又冲了一下，白棋一扑。现在棋的话被他一长，气不够了。对，这个时候我觉得黑棋这个都是打将，这个肯定是已经觉得自己不行了，然后提掉。白棋把这个提了，形成转换。哦，这个不叫转换了，这个全失败了，黑棋失败了，全没吃着。没吃着，而且自己还被吃进去不少，嗯，这个就显而易见就。胜负已经出来了，嗯，啊，就是说，折腾半天，本来很有希望吃的，结果自身的话吃了半天，自身的木还没有白棋得的多，嗯，他这来，你看这儿又得了吃来了，嗯，是完全失败。就刚才刘老师说的，如果黑棋并在这儿，我觉得很有希望吃掉，机会好几个，还有这个就单并一个，哎，不要跳，还有中间即使如此，这个地方如果先搬一个，我觉得都很难说，嗯，所以实际上是，啊，鼓励啊，这个很危险的，对，嗯，那么最后呢，我觉得还是鼓励，看起来还是运气挺不错的，不错，最后取得了这盘棋的胜利，对，嗯，他还去这个最后把小范这个。嗯，全线给他不但活出来，还连皮带肉都给吃了。而且呢，这盘棋古力赢了之后呢，他取得了自己职业生涯的1000胜，啊，嗯，这个非常不容易啊，不容易，这1000胜，要经过多少盘棋之后才能夺得这么多的胜利？好，好，那我们这盘棋呢，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，再见。